害我的、啊。一进来看到这个让我输钱的模式 ，fuck， 巴西让我输钱，你拿吧。我只是想说，装卸货场真的出了，爽哎、欸！我终于看到这个东西出了，这张地图实在太棒了，里面的环境被改得比较宽敞了，不像2019版本的那个比较小。我们来进游戏看一下怎么打张地图。Meanwhile， 哦吼吼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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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我出鼻头啊！哈哈哈哈，太爽了！哦吼！哇，这也可以。哇，这也可以啊！不行，What？ 我被这个暴击炸死。以上就是这样，这张地图跟2019版本一模一样，很混乱，不过这是好事情，终于可以有地图练枪了，我要练爆，为了我的猎户座练起来，就这样，拜拜。